第二十题，呈上题，下列有关于此实验的叙述何者正确？上一题的实验就是氯化钙加上碳酸钠。在讲解第上一题19题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氯化钙加上碳酸钠会产生氯化钠跟碳酸钙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有新物质生成的，所以选项 B 说会产没有新物质生成是错的。那么我们的氯化钠呢是水溶液，碳酸钙呢是个沉淀，所以这个实验并没有气泡生成，所以选项 A 有气泡呢是错的。那么我们这个碳酸钙的这个沉淀是白色的，所以它不是红色物质，所以选项 C 呢也是错的，所以呢只剩下选项 D 是对的，它会产生沉淀，这个沉淀就是碳酸钙。所以第二十题问说有关于此实验的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 D， 反应后呢会生成沉淀。